白通穴水族日常已经拍到什么程度了，你知道？哦，这鱼有够大只的，好可爱。哦、小恩，你行边啊，我翕给你看。你注意哦，哎、欸，你看，哦，够大只的，真的。好可爱。哎、欸，这只到底是什么？这草鱼啊？同学，这应该是草鱼哦。真的，快来我看下。这草鱼。哦，这只，哦，这大只我也惊了呢。来，你看，你看，这个大概快要八十公分，这只是超鱼哦。应该快，应该已经差不多九十公分或一公尺。是不到一公尺啊，而且可能无锅鱼罐。哦，对啊。哦，这大毒呢！啊，这伊迄种，伊个培菌，都用底部过滤哦。啊，这咬人吃的啦，恩恩。下面都有吃吗？这咬人吃的，恩恩，这咬人吃鱼啊！我来看伊迄条，恩恩。啊，这是吸鳖鱼还是迄条 ？ACD。啊，这。这顺卡皮，还有乌龟。大兵，你看下，哎，这头皮搞起一下嘞，这搞起，哇，这只只大只啊！阿爷，迄落安尼大，啊，这搁有起泰国鱼，搁有菇了，哎，真臭嘞！但是我刚刚一只锅就煮了。对啊，锅被先杀了。啊，这河流啦。哦，泰国鱼真肥呢。把人小跟他买一斤下去，哎呀、欸啊，你也当吃啊？伊讲差不多那十二只啦。啊，这海哦。这个。因煮遐慢，在冲起来煮哟。然后搞。我想讲。足久无食鱼啊，来食一下鱼啊哩！有够嫩的呢，我这河流，哦，这家算是镇店之宝了。真可爱呢，真大只呢，是足可爱。无爱讲，因为这单我研究足久个啊，哦，这拄啊，拄啊都几少。完全要到十尺哦，可能要到十尺了哦。这只不知道到底什么鱼条？哎，是食人鱼条嘞。那种拔掉牙齿的。哎，食人鱼条嘞。哦，一过滤器。用大的潜水式马达，阿得哇。你真系养鱼达人哦！真名家好呆。对啊，这只唔知到底啥物啊？真可怜，我都叫人杀啊！这只唔知要杀，我嘛唔知，我感觉应该是要杀啊。对啊，因为太可爱了。赞！你看人 BB 出来呢，看养鱼达人赞。你看还乖乖。赞哦！啊，这白这白啦。可爱好